这一周真的很想剃你们光头。你剃啊，你剃啊！我跟你讲，今天让你秃光头，我在这边做100个福利领先。射箭团体赛事由黄队拿下了胜利，黄队拿下了5连胜。那队长就是壮壮。太强了，没有那么夸张啦，你们那很不错，你看你们正宗哎，一个叉都黄了，你自己看，全部都黄了哎。拜托，看完你们上一次把人家剃光头，我们这一周真的很想剃你们光头。你剃啊，你剃啊！我跟你讲，今天让你剃光头，我在这边做100个福利领先。哦，真的假的？不回家了，不做完不回家。王队第一棒镇静心，准备射出第一支箭。哇，第一支箭，哇，第一支箭中正中红心啊，十分，哇，这个已经几乎是真的是正中心，很完美哎。接下来是镇静心要射出第二支箭，哇，又是十分箭。现在郑静心要来射出第三支箭了，同时也是要挑战大会纪录，满分30分。女生的大会纪录就是30分，要突破也不太可能。只能平，不能破。哇塞，射个稳定器，30分。所以郑静心也加入成为了第6位啊，女子组大会纪录的阵容了。对，30分俱乐部。接下来是红队的第二棒了，陈怡瑞，他的第一支箭，哎，这一箭是10分。陈怡瑞，他今天是没有把马尾扎起来，就让观众感觉到有一种精灵的感觉，力与美的展现。OK， 五，最好，这个擅长压线啊，好像也是在十分，哦，压线不一定要正中央，只要压到线，十分的线就是10分，就是箭要搭到弦上的那个动作。现在陈怡润要挑战大会纪录，金箭10分。陈怡瑞满分30分，成为了第7位啊！大会纪录阵容当中的30分俱乐部。好，报告的正演，金陈金出了两队，陈金为165分的第一手。现在请两个队跟我们要加赛，10分平手。哇，这个是9分。射箭项目成绩交给红队183分，黄队187分获胜。哦，经过了检视之后，于晨欣那一箭是9分，所以射箭团体赛事由黄队拿下了胜利，黄队拿下了5连胜。大哥，你太强了！你好强！太强了。其实我觉得队长的定义是，不管他的个人能力好不好，他要愿意为队友牺牲，然后他可以不顾形象，不顾一切保护队友，有那种牺牲自己帮助队友成长的人选。我觉得这位是我们队长的最好的一个信念嘛。既然你们心目中的人选是你们愿意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跟着他一起相信他的。壮壮，那我们队长就选出来了，那队长就是壮壮。